美的号召力，见证中国美的典范。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接下来让我们用热情的掌声有请2020年度版图中国小姐竞选候选佳丽闪亮登场。有请版图广东小姐李一桐，主修服装表演，目前是一名学生。广东，版图广西小姐聂雨霜，主修服装搭配与化妆时尚管理，目前是一名少儿模特公司创始人。广西，版图河北小姐李叶欣，主修会计电算化，目前是一名金融从业员。小姐巴哈达尔热扎别克，主修电子信息，目前是一名学生。黑龙江，版图河南小姐李丹阳，主修经贸管理，目前是一名模特。版图香港小姐陈立新，主修早期教育，目前是一名幼教老师。香港，版图湖北小姐阮月，双修统计学与电影制作，目前是一名学生。湖北，版图湖南小姐袁婉晴，主修播音与主持艺术，目前是一名新媒体运营工作者。湖南，版图内蒙古小姐鄂林平，主修汉语言文学，目前是一名学生。内蒙古，版图辽宁小姐吴婉珍，主修电影学，目前是一名学生。辽宁，版图澳门小姐徐千言，主修酒店管理，目前是一名舞蹈老师。澳门，版图陕西小姐宋小琴，主修空中乘务，目前是一名学生。陕西，版图山东小姐王觉斐，主修时尚表演，目前是一名学生。山东，版图山西小姐裴静怡，主修时尚表演，目前是一名学生。山西，
天津小姐胡明凤，主修人力资源管理，目前是一名模特老师。各位佳丽，女士们、先生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走进2020年度版图中国小姐竞选的全国总决赛。我是你的老朋友，来自新长安丝路行形象大使、三人行主持人团队的创始人大鹏。其实，作为我们版图中国小姐的老朋友了，几年来一直见证着这个平台上每一个姑娘，她们向梦想出发。在此，我希望现场的朋友，咱们一起用热情的掌声为她们点赞。大家晚上好，我是2017年度版图中国小姐季军黄元欣，很开心能够再次回到这个舞台上。此刻我的心情和我身后的佳丽们一样，都无比的激动和紧张。今天晚上我们来自全国各地的17位佳丽们将轮番角逐，展现她们最精彩的一面。同时在今晚，我们也将在此见证2020年度版图中国小姐冠亚季军的诞生，让我们拭目以待。太棒了，今晚很荣幸能够和女神我的搭档共同联袂主持本场赛事。2019年对于我们每一个中国人来说都是非常特殊的一年，因为今年呢，我们共同见证了新中国成立70周年。在这样美好的时代背景下，我们共同见证每一位有梦想、拥有青春的面庞和性感的身姿，并且还怀揣着一份公益大爱之心的姑娘走进了版图中国小姐的竞选，所以也期待今晚他们能够取得优异的成绩。没错，我们的版图中国小姐大赛呢，今年已经8岁了。在过去的7年里，我们在这个舞台上见证了上百位女生追逐她们的梦想，同时我们也有不少佳丽走进了国际上的舞台，绽放她们的色彩，并获得了优异的成绩。元欣，今晚能够发现高朋满座，胜有如云。接下来，请允许我们两位为大家隆重的介绍出席本次大赛的各位评委老师，他们是。首先，让我们有请应届版图国际小姐冠军 Miss Tracy Cuevas welcome。欢迎，亲爱的朋友们，让她感受一下我们现场热情的气氛好吗？掌声欢迎，欢迎特邀嘉宾高峰女士，欢迎。有请前版图国际小姐十强何心怡女士，欢迎您。欢迎心怡，请入席落座。让我们继续欢迎，哇，非常熟悉的老朋友了，来自前版图中国小姐冠军陈雪娇，欢迎。欢迎您。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夏明珠女士，欢迎您。欢迎，我相信无论是现场的观众还是电视机前的每一位观众朋友，都对于本次大赛非常的激动和充满着期待。哇，我相信每一位选手身上的这个压力和他们的这个激情已经传染到了我们现场，对不对？没错。好，我们要为他们加油了。今天呢，在我们的现场也请来了一位重量级的国际嘉宾，就是站在我身旁的从美国远道而来的应届版图国际小姐 Miss Tracy。我提议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 Tracy 来到中国，欢迎。 Well， 我们都知道啊，版图国际小姐的使命是保护动物，提倡人与动物之间的和谐相处。我们也请 Tracy 小姐为我们分享一下更多她的感悟。As we all know, the Miss Landscap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is fighting for animals and promote harmony between mankind and natureCould you tell us a bit more about this? So they're both very important, and I do feel that it's kind of sad that a lot of people are unaware of, you know, the
of how animals are actually being extinct. There's a lot of poaching going on, and I don't believe that it should be even allowed in any of these countries. For as far as mankind and nature, I do believe that that's something that should be everyone's priority. Simply because what I believe that whatever we give into nature, she gives back to us. So that goes for destruction and health. Whatever we give to her, she will give back to us. So even if it takes just one person at a time, trying to fix it and bring awareness to both of them, that's just what we're gonna have to do, and we're gonna leave our mark in nature. Thank you. Tracy 小姐说人与自然这两样都非常的重要，但是她难以想象现在我们还有些国家是合法的去偷猎，这个让她非常的难过。 Tracy 小姐提到人与自然是和谐的，我们从大自然中给予索取了什么，我们也同样的会得到相应的回应。所以呢，版图国际小姐大赛一直提倡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那这也是我们这个组织的使命。我们也将尽我们所能，让更多的人加入到保护人与动物和谐相处中来。 OK, thank you so much again. Welcome to China and enjoy your night tonight. Thank you. 好了，比赛到了这里呢，我们将进入下一个环节，精彩的泳装环节。但是在这之前，我们还要插入一段广告，让大家更多的了解到我们的佳丽。我们稍后见。亲爱的朋友们，首先向我们走来的是版图广东小姐李一桐，芳龄19岁，身高170公分。现在，版图广西小姐聂玉霜正在迈着自信的步伐向我们走来，芳龄27岁，身高172公分。继续，您看到的是版图河北小姐李叶欣，芳龄22岁，身高176公分。此时此刻，版图黑龙江小姐正在向您走来。他的名字叫做巴合达尔热扎别克，芳龄21岁，身高176公分。继续，让我们欢迎到的是版图河南小姐李丹阳，芳龄21岁，身高175公分。继续，让我们欢迎到的是来自版图香港小姐陈立新。陈立新，芳龄26岁，身高168公分。现在，版图湖北小姐正在向您走来。
她的名字叫做阮月，房龄21岁，身高181公分。继续让我们欢迎到的是来自版图湖南小姐袁婉晴，房龄24周岁，身高是174公分。继续让我们有请版图内蒙古小姐鄂林平，她的房龄是24周岁，那么她的身高是167公分。让我们继续欢迎版图辽宁小姐吴婉珍，房龄20岁，身高170公分。继续欢迎版图澳门小姐徐千言，房龄26周岁，身高164公分。下一位将要登场的是版图陕西小姐宋小琴，房龄22周岁，身高175公分。现在，版图山东小姐正在向您走来，王绝斐。房龄20岁，身高180公分。继续有请版图山西小姐裴静怡，房龄19岁，身高180公分。继续让我们欢迎版图天津小姐胡明凤，房龄24周岁，身高175公分。让我们继续欢迎版图新疆小�姐张博雅，年龄24岁，身高178公分。最后，让我们欢迎版图云南小姐袁欣，房龄22周岁，身高172公分。谢谢我们各位佳丽的精彩展示，再一次有请各位登台亮相。好，经过了我们各位佳丽刚才精彩的表现之后呢，现在我们要揭晓到今晚的第一个单项奖，为您带来的是我们在今晚为您带来的版图的泳装美态小姐奖。揭晓之前，我们先有请我们的颁奖嘉宾，前版图国际小姐十强何欣怡女士，有请。那我们2020年度版图中国的泳装美态小姐获得者的名单已经在我的手中了。是的，接下来我们两位共同为你揭晓，她就是版图河南小姐，恭喜！恭喜河南小姐李丹阳，恭喜！有请我们的颁奖嘉宾为她颁奖。恭喜我们的版图河南小姐获得了今晚的第一个单项奖，泳装美态小姐奖。有请两位将微笑留给前方的镜头，朋友们再一次用热情的掌声恭喜他们。恭喜恭喜。好，谢谢各位。哇，我觉得袁欣刚才的泳装表现真的太棒了，对不对？特别的惊艳，能够展现他们最美的身材和最青春靓丽的娇颜。那么接下来，亲爱的朋友们，我们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更加精彩。
爱的观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回来。那么接下来呢，在我们两位主持人手中有一份沉甸甸的名单，它就是2020年版图中国小姐的全国十强。在揭晓这个名单之前啊，我们在今天之前呢，已经产生了一个单项奖，是版图中国小姐的友谊小姐奖，她会是谁呢？有请我的搭档为大家揭晓。下面我宣布2020年度版图中国小姐友谊小姐获得者，广西聂玉霜，恭喜恭喜。哇，太开心了，恭喜我们的版图广西小姐摘得了我们友谊小姐大奖，恭喜你。那么接下来，亲爱的朋友们，就是大家最为期待的我们2020年度版图中国小姐的全国十强，我们逐一为大家揭晓，会是谁呢？首先第一位，让我们恭喜版图湖北小姐阮月，恭喜。她的理想是拥有一个自己的艺术馆或者造福大众，恭喜你。哇，第一个走到了十强的席位当中，让我们继续恭喜第二席，她就是版图黑龙江小姐巴赫达尔热扎别克。他的梦想是代表中国走向国际舞台，恭喜。继续让我们恭喜到的是版图中国小姐的第三席的十强，恭喜版图陕西小姐宋小琴，恭喜。他的梦想是通过自己的努力让人们了解并加入保护动物的行列中来。第四位会是谁呢？大家都非常期待，对不对？第四位的这位女生来自一个非常辣的城市和省份啊，是的，让我们恭喜来自版图湖南小姐袁婉晴，恭喜。她的梦想是提高中国女性地位，做出自己的贡献，恭喜你。继续让我们恭喜到的是版图天津小姐胡明凤，她的梦想是成为一位具有影响力的人，恭喜天津。哦，现在我们已经有五席诞生了，接下来第六位闯入我们2020年度版图中国小姐全国总决赛的竞选的这一位佳丽，她会是谁呢？恭喜版图河南小姐李丹阳。版图河南小姐李丹阳的梦想是有生之年走遍大江南北。继续让我们恭喜下一位，她是来自版图新疆小姐张博雅，恭喜版图新疆小姐张博雅。她的梦想是希望自己能成为美丽与内涵的代言人，好，恭喜。接下来的这一位，让我们继续恭喜到的是来自版图辽宁小姐吴婉珍，恭喜版图辽宁小姐吴婉珍。他的梦想是有生之年能够拍出老爷这部剧，继续恭喜到的这一位会是谁？已经八席了，对不对？还有最后两席哦，特别的紧张。让我们接下来继续恭喜到的是来自版图内蒙古小姐鄂林婷，恭喜版图内蒙古小姐鄂林婷。她的梦想是做更多有意义的事儿，和从政为自己的民族争取权益。最后一位，让我们用热情的掌声恭喜版图山东小姐，恭喜大家。好，谢谢，让我们再一次把掌声送给站在他们身后和他们夜以继日并肩作战的每一位版图中国小姐的参赛选手，好不好？谢谢各位佳丽，你们辛苦了，谢谢各位，可以休息一下了。哇，刚才的这个十强名单的揭晓，我相信一定是让现场每一位朋友都非常期待的。那么接下来让我们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更加精彩。
回来，让我们有请2020年度版图中国小姐十强佳丽再度登场。大家好，我叫阮月，来自湖北武汉。我的家乡武汉，它被称为江城。它拥有着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的浩瀚，也有着细雨潇潇、拥花絮絮的温柔。欢迎大家来到我的家乡做客，谢谢大家。大家晚上好，我是2020年度版图黑龙江小姐，我叫巴赫达尔·热扎别克。中国的版图上，黑龙江省犹如展翅翱翔的天鹅，人们赞美它是天鹅乡下的珍珠。欢迎大家到哈尔滨游玩，谢谢大家。大家好，我叫宋小琴，来自古城西安，欢迎大家来到西安。大家好，我是2020年度版图湖南小姐，我叫袁婉晴。长沙沙水水无沙，常德德山山有德，
有机会让婉晴一定带您去湖南看看。大家好，我是胡明凤，我来自天津。天津一座天子经过的渡口城市，有着传统、中国、外国三种文明在这里交汇。欢迎大家到天津来，天津狗不理包子广告。大家好，我是李丹阳，我来自河南安阳，我的家乡是甲骨文的发源地，我们河南物华天宝，人杰地灵，欢迎大家来河南做客，谢谢。大家好，我是版图新疆小姐，我叫张波雅。吐鲁番的葡萄，哈密的瓜，新疆的姑娘人人夸，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美丽的新疆做客，感受我们的异域风情，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吴婉珍，来自辽宁鞍山。这是一个坐落在东北的美丽的工业的城市，它促进了中国的发展，就像版图中国小姐一样屹立燃起，欢迎大家来到美丽的东北做客，谢谢。大家好，我叫鄂林平，来自内蒙古呼伦贝尔。呼伦贝尔大草原是世界五大草原之一，欢迎大家到我的家乡看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美景，谢谢大家。我是2020年度版图山东小姐，我叫王雪斐，我来自美丽的海滨城市青岛，这里有红瓦绿树，碧海蓝天，欢迎大家来我的家乡旅游，谢谢。谢谢，谢谢我们2020年度版图中国小姐的全国十强，你们的邀请，我相信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已经收到了。广告之后，我们为您揭晓全国七强。欢迎回来，接下来这个环节是每年版图中国小姐大赛最让人感动的一个环节，2019年度版图中国小姐三甲卸任仪式。在过去的一年里，三位都代表中国积极弘扬中华文化。接下来让我们有请2019年度版图中国小姐冠军马醒醒，亚军陈玉玲，季军邓洁芳。首先让我们有请到的是2019年度版图中国小姐季军邓洁芳。大家好，我是2019年度版图中国小姐季军邓洁芳。时隔一年，我又回到了这个舞台，感谢 Adam 以及版图中国小姐组委会一年的栽培。任期中，我代表中国赴世界选美大国委内瑞拉参加了万国小姐竞选，与60国家里同台比赛，感受到了美洲选美文化的浓烈氛围。2019年，我在这个舞台实现了自己的梦想，我在这里圆梦，希望今晚胜出的佳丽可以在接下来的一年蜕变成长，接过我们手中的责任，继续发扬中国文化，为国争光，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2019年度版图中国小姐亚军陈玉玲。在过去的一年，是我人生中最灿烂也是最值得怀念的一年。感谢版图中国小姐这个平台，让我代表版图中国小姐前往厄瓜多尔参加了联合大洲选美大赛。在那里，我为中国宣扬了中国文化，让我感到非常的骄傲。同时，在今晚，版图2020年版图中国小姐前三甲将诞生，在此我衷心的祝福他们，能在未来的一年能够尽到自己的责任，为中国的选美事业增光添彩，取得惊人成绩，谢谢。
大家好，我是2019年版图中国小姐冠军马行行，很高兴也很开心再次能够站到这个舞台上见到大家。在过去的一年里呢，我也很荣幸能够代表我们的国家参加了2019年版图国际小姐，荣获了明艳婉礼小姐奖。在这一年里呢，可以对我来说是收获非常多的，是版图这个舞台让我成长，让我进步，是版图中国小姐成就了今天的我。感谢 Adam， 感谢版图组委会给我们大家提供了这么好的舞台，让我们来展示自己，也希望各位佳丽们能够抓住这次机会好好表现自己，美的号召力，见证中国美的典范。谢谢大家。那再次我也特别隆重的宣布，2019年度版图中国小姐的冠亚季军正式卸任，谢谢他们，也期待我们2020年度版图中国小姐的冠亚季军即将正式诞生。亲爱的朋友们，广告之后更加精彩。观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回到2020年度版图中国小姐全国总决赛的比赛现场。接下来，我们两位主持人手中又多了一份名单，是我们2020年度版图中国小姐的全国七强，他们会是谁呢？让我们共同揭晓吧。亲爱的朋友们，首先欢迎也恭喜第一位，她就是版图内蒙古小姐，恭喜！恭喜版图内蒙古小姐鄂林平。恭喜，让我们继续见证第二位，她是来自版图天津小姐，恭喜！恭喜版图天津小姐胡明凤。
恭喜。继续见证我们全国气象的第三席，恭喜版图新疆小姐，恭喜版图新疆小姐张博雅，恭喜您。让我们见证第四席，要恭喜到的是版图河南小姐，恭喜，恭喜版图河南小姐李丹阳，恭喜。还剩最后三席哦，哇，我相信身后的每一位家里都非常的期待，对不对？接下来让我们恭喜版图湖北小姐，恭喜版图湖北小姐阮月。那么接下来的这一位佳丽呢，刚才在上一轮的表现当中说到了几句流利的家乡话，让我们恭喜版图陕西小姐，恭喜版图陕西小姐宋小琴。还有最后一个七强的席位，让我们在此时此刻恭喜版图黑龙江小姐，恭喜版图黑龙江小姐巴哈达尔热扎别克。也让我们再一次把热烈的掌声送给我们另外三位佳丽，感谢你们的参与，谢谢，谢谢你们的精彩展示，谢谢，辛苦了。也再一次感谢大家能够来到我们2020年度版图中国小姐的竞选，我也相信赛程一定是非常美好的回忆。那么接下来他们将要为我们带来一段精彩的展示，会是什么呢？接下来呢，我们的七强佳丽将为大家带来他们人鱼动物主题的演讲，接下来展现他们语言魅力的时候到了，让我们敬请期待。内蒙古，大家好，我是版图内蒙古小姐鄂玲平。我想说，众生平等，万物有灵，在这个世界上每一条生命都是奇迹。在这个世界上有这么多种生物，每一种生物都在各司其职，各自分工，承担着我们各自的责任，所以我们才形成了这样一个良好的生态环境。我希望我们作为拥有最高智慧的人类，最高智慧的动物，我希望我们能够承担责任和使命，把保护动物这种行为要自觉自愿，而且还要自然而然。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天津小姐。说起人与自然，我一直认为人类和自然是一个密不可分的大集体，就像鱼儿爱大海，鸟儿爱蓝天。我相信大家对候鸟的迁徙都有所了解，在我的家乡每年都有数以万计的候鸟在这里停歇，作为候鸟迁徙路线中最为重要的停歇地点，我们每年都在这里守护它们，同时也为这些飞翔的精灵提供营养补给。我非常的荣幸能够成为动物保护协会的一员，这让我能够更加近距离地感受和保护并且帮助这些和我们一样生活在大自然中的精灵们。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同创造美好的生命家园，人与自然共进未来，谢谢。大家好，我是新疆小姐张博雅。有这样的一份统计，每天都有一种动物濒危灭绝，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动物遭到屠杀。但是人和自然的关系是什么呢？人是自然的一份子，还是置身于自然之外？保护动物就是维持人和自然的和谐，所以不要让一切成为遗憾，也不要让我们的孩子在之后只能在博物馆里面才可以看到我们今日的动物。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河南小姐李丹阳。我想大家都知道，在地球上已经有很多动物已经灭绝或濒临灭绝，然而我们人类对此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我们看马戏表演，看水族馆表演，我们使用皮草、动物皮制品。我相信在现在的年代，我们已经可以用科技来实现，来代替这些东西。
所以我呼吁大家爱护动物，保护大自然。谢谢。大家好，我是版图湖北小姐，我是阮月。今天我演讲的主题是保护动物。大自然创造了一个奇迹，那是人类，而大自然创造了许多彩色的奇迹，那便是活力四射的小动物们了。因为有了这些小动物，整个生态变得更加的活力四射，更加的充满活力。对不起啊，在这里我们所说的保护小动物，不仅是保护你的一只小宠物，一只小猫或一只小狗，而是生态里每一个小动物。保护动物不仅仅是保护动物本身，也是保护生态，保护大自然，保护我们人类自己。在这里，虽然我们可能管束不了别人，但是我们可以尽力从自己做到，然后尝试去呼吁大家一起来保护动物，这样我们的明天会更加的活力，充满活力，充满生机。谢谢大家。说起动物保护啊，我就想起来，前一段时间呢，我在网上看到一段视频，视频的内容呢是一个水族馆的那个饲养员啊，他给那个白鲸在涂口红，但是呢，其实大家并不知道，不好意思啊，有点紧张，就是给他们涂口红的话，其实是会对他们的那个皮肤造成系统上的感染的，然后但是呢，人们就是还是为了自己的那个。乐趣吧，而就是去继续，就是那样。然后呢，好，谢谢。大家好，我是黑龙江小姐。我们都知道，地球上生活着许许多多的生物，它们不可能单独生存。他们都是相互联系并且共同生活的，所以我们应该相互尊重，并且尽我们所可能的去保护他们。那我们如何去保护他们呢？当然是从我们的身边做起。那当然是我们在街上经常会看到一些流浪狗、流浪小猫，我们当然就是可以有爱心的去喂一下他们吃的。然后就是我们都知道，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我们可以完全的拒绝购买一些皮制品、野生动物的这些参加野餐这种类的活动。所以我希望大家，我们一起保护动物，人人有责。谢谢大家。大鹏哥，这是不是正好验了那句明明可以靠颜值，却偏偏要靠实力？我们的版图中国小姐是真正的颜值与实力并存。说的没错，各位姑娘们太棒了。那么一段广告之后，我们为您揭晓全国三强，敬请期待。欢迎回来，让我们再一次把我们的目光聚焦在我们的舞台上。现在在舞台上是我们2020年度版图中国小姐七强，我们的三强呢也即将诞生。说的没错，那么在我的手中已经拿到了2020年度版图中国小姐竞选的全国三强名单，让我们一起来揭晓。首先第一位，我们一起来好不好？哇，这一位今晚的表现一定非常的出色，得到了我们所有评委的一致肯定，让我们恭喜版图河南小姐，恭喜！那么接下来有一道问题要来到你的面前，这个问题是什么呢？这个问题是在你人生的成长经历当中，回忆一下，是否有哪件事，或者有哪一个回忆的片段，如果再给你一次机会的话，你想要去改变它？请思考。接下来麦克风交给你，请作答。我想说可惜没如果。我觉得成长历程上的每一段经历都有它存在的意义，可能它不是一件完美的事情，但它最终造就了我的现在。谢谢。那么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揭晓的是我们2020年度版图中国小姐
全国三强的第二个席位，让我们共同恭喜版图内蒙古小姐，恭喜恭喜。接下来同样有一个问题要来到你的面前，和刚才的问题相同，请你仔细思考，认真作答。在你人生成长的经历当中，所有的片段和回忆当中，是否有哪一件事情再给你一次机会，你会重新做出选择？请思考，请作答。说实话，我觉得没有，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要经历坎坷、风雨、遗憾，但正是因为这些不完美，才成就了今天的我们。其实我想说，不要总想着过去，我更想珍惜当下，更想创造更美好的未来。谢谢大家。那么全国三强还有最后一个席位了，在此时此刻，让我们用欢呼声恭喜版图天津小姐，恭喜恭喜。那么接下来同样这个问题要来到你的身上，请你认真思考，仔细作答。在你人生的成长经历当中，是否有哪一个片段或者回忆，如果再给你一次选择，你会重新的选择它？我们来聆听你的答案。我还真有一个事情想改变，因为在2011年的时候，因为一场事故，我住院了半个多月。对，在这半个多月里，我十分的郁闷，十分的彷徨。对，但是我现在想想，我过来了，我觉得这没有什么。每人生的每一个经历都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我们应该敬畏它，并且尊重它。所以我觉得，如果现在我发生在当时的我，我会运用这半个多月的时间，多看书，多去听音乐，多去享受。我觉得每一个时间在我们人生当中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间，所以我觉得我想要改变。是的，那么亲爱的观众朋友们，2020年度版图中国小姐的冠亚季军究竟会花落谁家，归属于谁？让我们最后一段广告之后为您揭晓。朋友们，这里是2020年版图中国小姐的全国总决赛的冠军时刻。在我们正式揭晓之前呢，我们还要颁发一个单项奖。再次为您揭晓的是我们本次大赛的最上镜小姐，让我们用热情的掌声欢迎和恭喜版图广东小姐，恭喜！也让我们有请我们的颁奖嘉宾，2017年度版图中国小姐冠军陈雪娇女士，欢迎您。有请陈雪娇女士来为我们的版图广东小姐颁发殊荣最上镜小姐奖。那么她的表现，我相信每一位评委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目共睹，也感谢你参与到本次大赛当中。那么接下来将微笑留给前方的镜头，和陈雪娇女士一起合影留念，掌声送给他们。让我们再一次恭喜版图广东小姐，恭喜！亲爱的朋友们，我们要为您揭晓到的是本次大赛的冠亚季军的排名情况。首先为您揭晓的是获得2020年版图中国小姐全国季军，让我们恭喜版图内蒙古小姐，恭喜恭喜！让我们有请2019年度版图中国小姐季军邓洁芳为她颁奖。有请！哇，恭喜版图内蒙古小姐在今天摘得了我们的全国季军，内心一定非常的喜悦。亲爱的朋友们，热情的掌声再一次送给版图内蒙古小姐。各位，接下来我们将要为大家揭晓的是获得2020年度版图中国小姐的全国亚军，那么另一位就是全国的总冠军了。在此有两项事宜为各位隆重的提示。第一，我们2020年度的版图中国小姐全国总冠军将会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到2020年9月24号在中国举办的版图国际小姐的全球竞选，亚军也将代表中国参加在厄瓜多尔举办的2020年度联合大洲小姐的全球竞选。第二，
如果在2020年度版图中国小姐冠军在任期间呢，如果不能履行冠军的义务，那么则由亚军顺位顶替冠军，成为新的冠军。如果冠军获得了版图国际小姐的总冠军，那么亚军也将成为新的版图中国小姐的冠军。接下来我们共同为大家揭晓，我们要恭喜获得2020年度版图中国小姐全国亚军的得主，她是版图天津小姐，恭喜恭喜。那么在此时此刻可以看到我们的亚军的颁奖嘉宾。好，那么在这一时刻，让我们用热情的掌声恭喜获得2020年度版图中国小姐全国总冠军的是版图河南小姐，掌声送给他们。谢谢谢谢我们的各位颁奖嘉宾。那么此时此刻有请我们的各位现场的观众朋友，咱们再一次把热情的掌声送给台上的各位，好不好？来吧，让我们将微笑留给前方的镜头。最后，衷心的祝福现场以及电视机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在生活的每一天能够身体健康，工作顺利，阖家团圆，万事如意。亲爱的朋友们，让我们下次再见。